哎呦！都没骗你，啊、你也不开。我们俩上学去了啊？上学去了。那他一块来。马上上学去。我先找不到他了，上不到他去了。这那小孩玩什么呢？我把房子买好。橡皮泥呢？好，玩吧。那个时候，咱们房子一块装修好了，你玩什么呢？太阳，叫明年5月份再生吧。我做出来个星星。好。再给你打个小卤肉呀，这是我们自带的花。快，做饭了。红烧排骨。红烧排骨。啊？一会儿再去要个鸡。好，先要个鸡，再给小孩儿，行，简单炒两三个菜就行。人少少要两。终于回来了，拿不了了。回来了，过了四个老板送了一个。好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炒个西红柿，给小孩吃的嘛。西红柿出来了，嘿嘿，大厨。你看这排骨好不好？挺好，前同事做的红烧排骨。我上网上买的去，买的没有。把水都倒一倒，倒一倒，然后烧点水。坐啊，你坐，你坐那红的。你弄现成的吧？排骨没有，没有，那就先吃排骨。吃排骨，他吃肉还他别的他也不吃。吃肉。啊，站着吃吗？前一点站着吃。嗯，这芋头，你就不吃，我们也吃不了啊。哎呦，拿回来这个。打了，别打了，可以。行行。都吃了。你不吃，哎呀，还怎么这个鱼？翻过来。这鱼让我吃一口。这鱼是很好吃。你那你敢吃了？我最喜欢吃了这鱼，就快太辣了，俺都不敢吃。他们家的招牌菜，这个鱼，就时间有点长了，好几天了，放冰箱里。我再吃吧。这个鸡，他家的特色。鸡啊，嗯，鸡和鱼，吃也行，吃也行，不要都吃。还有谁好吃吧？谁吃的鸡啊？尝尝这鸡。嗯啊。你找肉多了吧？吃肉。你吃这个。嗯，他俩不是能吃肉吗？不吃呢？这亚楠能吃肉，他俩也不行。亚楠能吃肉。哎，亚楠行，亚楠不赖，就战斗力少不少啊？亚楠又不赖。嗯。辣不辣？辣吧。辣不辣？辣。使劲吃，使劲吃。啊，吃不吃？赶紧的，这个鸡都没下锅呢，不好吃完了。哎呀，好吃。接着倒，啃个鸡爪子。俺不想啃鸡爪子。吃个肉呢。俺就喜欢啃鸡爪子，我就不敢啃现在。1 hour later， 这个你再怎么带着装，回去给亚楠吃。香蕉再给拿点香蕉。你问他我在山上香蕉要不兜里。嗯。哎呀，我知道你的鱼，我肯定知道你鱼，我买不多。这不是少买的。它容易两天一烂。不要紧，我买的轻，半年烂不了，我买的轻，不要紧。哎，葡萄，葡萄，葡萄拿着，葡萄我还没吃完。葡萄不要，葡萄你炒好吃，我买葡萄，我买葡萄我吃。那个薯片给他们拿着吃吧。嗯。啊，俺家有。一个月了放那儿也不吃。俺家还有，丽丽买的。拿回家，俺家小孩多。他先买的，他买了之后，小孩嘎嘎给吃不了，我一看吃不了，我又去买的。都拿着，你拿吧。你别给俺拿了，俺不要你，别拿了。你留着。可心一开始吃，我买了一包，然后后来就不吃了，买了就不吃了。不是，赶紧的，赶紧拿走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你别多了，你非得多你还。刚才排骨行了，走上不要。排骨留下，排骨留下，这个不要。走出去就是，别。你快点，别走了。哎呀，你快点，你回去阻止一下，你躲。你晃那边大了。没事。一天没事。没人吃。俺不吃，俺明天俺家鸡什么时候炒菜了？从来不炒菜。炒菜不炒，你真能吃，你还吃了？你住的。他给我们打工吗？你下个月再来打工。妈妈。妈妈。到时候那要是你，我们要走了。啊，葡萄拿着吧，葡萄给你拿着。你留吃行了。把牛奶拿着，牛奶拿着，拿着好几箱啊。刚才你喝了。啊，好几箱。有两箱。还有一箱。我喝了一箱。
啊，拿了吧，拿了吧。他说你留还多着吧。那你拿着拿着，把香蕉也备下来，香蕉吃不来烂了。香蕉你别拿，我就都烧没了，我没。我要喝点水。拿着水杯。水杯拿着还有。拿着水杯。拿着。拿着水杯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欢迎你们下次再来。